你看我的画面当中，有动物啊，有人物，有花草，有草丛，啊，什么都有。小蜘蛛啊，还有老牛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小时候一起伴着我们的童年长大的，有一种快乐感。你看这个是画的这小鸡儿啊。 我们就为了不让它跑掉，就用一个小红线拴在它一个头上，长长的一根线，过长的我们就钻口袋里，一个球钻口袋里，想让它跑远了，我们就把这个线松开，想让它回来，我们就缠，睡觉了，大概就留一尺多长，然后我们这个线头就压在我们枕头底下，等我们睡醒了之后，小鸡儿还在我们身前，有时偎在我们的这个脖颈下，这是我对这小哥俩的一个记录。